宇宙两个字经常容易混用，我们应该怎么区分呢？古人用三个线条表示流动的河水，中间的圆圈表示露出水面的陆地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汉字周。因此周字的本意就是指水中的陆地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我们对句子中的周字进行还原。这样在河之洲的字面意思就是在河中的沙洲上。周字起初只表示水中的陆地这一概念，可是后来被人们运用于表示行政区单位，如荆州、徐州。州的含义发生了变化，于是人们便在原来州字基础上加上水旁，继续用来表示水中的陆地这一概念。这样在河之洲后来也逐渐写成了在河之洲了。在河之洲，河中的陆地。夷洲，海中的陆地。亚洲、美洲、大洋中的陆地。尽管周字表示的陆地范围在扩大，但仍旧表示水中的陆地这一概念。